据台湾媒体报道，4月18日下午10:01，花莲发生规模6.1级地震，众多艺人都在社交平台发文问粉丝安危及报平安。蔡依林4月18日下午2点左右发文问粉丝们是不是都安全，超大的晃度让本身就住在高楼的她吓得惊魂未定，整个人心跳加速，手抖到无法控制。蔡依林不止报自己的平安，还透露自己的宠物狗实在是有够聪明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